很漂亮哎。有吗？有啊。好了，我承认这个角度，这个距离看皮肤还算蛮好的。OK， 那全身上下你有努力在找缺点吗？下巴有一点厚道。关你什么事啊？没有，这是逼我讲的啊。你真的会在观察别人这个事吗？女生不就是这样子吗 ？OK， 我们女生怎么可能轻易说你好漂亮哦？可是你攻击人家下巴，就是你觉得你下巴很完美，对不对？是。张雨晨可能会在你身上找出缺点的。难。你可以找找看，没关系啊。没有。应该就只是年龄吧。我擦我，你现在能那么脆弱，这么容易翻脸？你忘记自己几岁了吗？少啰嗦。这一版《爱恋蜜语版》呢是比较生活化的我，那里面有一本小的写真册，那里面也是我平常很生活化的自拍照啊。那这一版就比较像，我跟你讲，这种女生讨人厌的地方就是在于她会一直说我这很生活化，然后每张都是弄。不是，我不会，我简直哪生活化啊？超生活化吧？这哪生活化？你觉得一般民众在超市选柠檬会这样？哪会？这个拿起来看一看啊。好啦，可是对于粉丝来讲，这就很生活化。生活化，有人会拿小旗，大概大概森林公园这样。谢谢。所以也有不同面向的飞海伦吗？还在飞海伦。全息地。有吗？怎么叫都可以。我飞海伦。是啊，帮你剪掉不叫。怎么了？重来。我不在你。一定跟是跟洗发精名字有关系，你才会讲错吗？可是都已经出道五年了，还好你以前叫李冰冰、白冰冰。这个是很典型的台湾小吃。对对对，因为其实我家楼下就很方便，就是夜市这样子。就是欣赏的重点是什么？重点哦，就是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吃香肠，然后再加一点就是糯米，会吃得很饱这样。可是它应该这家好吃，应该是跟它里面塞的东西。我觉得它里面酱很，就是它有很多酱可以选择，就是什么芥末啊，甚至是什么，甚至是 wasabi， 然后花生酱干嘛都有。所以是甜甜、咸咸、辣辣。对对对对，就可能看你当天心情怎么样。这家你知道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看他讲的很烂，想到帮忙一下。因为他刚刚还正在，你知道，哗众取宠说有放芥末。就把重点放在一些动作，你知道吗？内容都讲话习惯加一些肢体。偶像团体真的很特别。对，那个巧克力的是什么？这是那个也是 P 开头的那家很有名的甜点。OK， 那记得之前有人介绍过草莓，但是它的巧克力一点都不输。哇塞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柯凡试一下吧。巧克力达人，我觉得看起来还蛮漂亮的啊。可是感觉好齁哦。没有哦，中间是有内容的哦。吃下去好像会渴死。哦哟，有酥对不对？怎么样？酥的，这道真的可以吃。真的假的？这都要干到杯子了。这个可以打败杯子，对不对？这个打败，绝对打败。哎，因为它这中间是软的耶，是慕斯类的，而且它会充满了嘴，不会渴死。不会，我之前隔天吃它还是怎么样？我可以给到十分哦。有，十分吗？百分之十分哦。是令人愉快的甜点。好，大家耶！绕圈子，绕圈子，要牵手绕圈，绕圈绕圈了。我最推荐的是。就是我在想，新加坡那个是文华鸡可以插国旗嘛？哎，那台湾有什么鸡饭可以插？我觉得是猪油拌饭。哎，猪油拌饭，台湾的猪油拌饭绝对可以插国旗。你真的很不忌讳耶！只有在台湾有啊。你看，就直接这样，猪油拌饭，猪油拌饭正。真的有猪油拌饭这一道食物啊？有，我以为只是大家在家里闹着玩的东西。没有没有，这道。所以它是端来就是酱，没有加任何葱花。没有加，没有加，红葱头都没有加。不加红葱头，猪油拌饭。等一下，他有故意弄出一个漩涡状，是不是？上面就是猪油啊，卖相。什么？这是什么表情？这是我读不出来。到底是惊喜还是不高兴？好好吃啊！旋转吗？好
好想，我没有吃过猪油饭，这完全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哎。对啊，它就是卤肉饭的油去拌的吗？这跟卤肉饭不是两件事。是在天母吗？不是。好不好吃？是好香哦，比猪排饭好吃很多，好厉害哦！它那个香味从哪来的？你还推荐他这家那个金城武有去过，有，应该是在永康街。点这一碗吗？你旁边会配什么？然后他其他的菜都很用心，像风肉。哎，飞轮海苔人都吃很多哎，台湾他们都每一碗都捞很多瓢在吃，好吃吗？很好吃啊。啊，恁一世人是无食过饭呀？留一点给我。最近通告量好大。王中成，这真的有？这真的有跟以前吃的不一样吗？因为它只有白米饭，但却味道这么好，对，而且只是淋了酱汁。它的米也，客凡还有配饭的东西。同一家的东西，他是宜兰过来开的，对，所以他很多台湾风味小吃，他都做得很精致。是是，像这个这道其实是东坡肉的做法，在台湾叫做风肉。它是用一个包起来，然后它是现在已经切好了。嗯，这风肉要肥瘦一起吃，它的比例还 OK。好好吃哦！快把刚才那个猪油饭给拿来啦！就是这样，跑到那边去了。配在一起好爽哦！赶快把饭拿回来给。给我，我这肉还在肉。拿！我先不嚼。快点！好爽！好爽！好爽！风肉也不错，哇！没跟可以。我刚肚子饿的时候吃这一餐，你就觉得人生够了。所以那个现在都是机械肉包，很漂亮的肉包，很少人做这样。这样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会分开，是不是？你看里面的那个肉，是肉。现在都是机器绞肉，吃点肉馅。细肉，这也好吃，好爽哦！为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很爱吃红豆面包，是，对啊。这看就很像传统的那种连锁店面包店卖的。没有，这个其实它是因为它的皮很薄，然后也不会很甜，所以我很喜欢。所以红豆面包。是比较普通啦，对啊，可是是一个我常常会吃的东西，对。OK， 我连拿都欲望都没有。那就直接给粉丝吧，因为红豆面包不能放一起，可能有太多哦。一吃结果是绿豆，因为感觉好塌哦，就好像没有这个要就是是扎实的，就是要热吃啦，因为我常常都会放在家里烤箱跟它烤一下，现在这样吃比较一般了。不像那个蘑菇一样的，把它放到旁边去。好，所以各位粉丝到目前为止吃，哇，每个人拿一个包子在吃吗？你们是假装粉丝的工作人员来这边？你们爱着飞轮海吃我的肉包，包子真的很好吃啊，真的。如果交往中的男生是长得很帅，可是一直带你们吃很难吃的东西的，这样会分手的举手。也没有。所以他根本不在乎吃什么哎，可是品味很重要啊，没品味你不觉得他就是没？就是跟帅哥在讲，一直吃屎就好。你人生反差也太大了吧？不是屎就是美食吗？